資助啊！你原諒我。一直以嚟，我都自以為是。你講得啱，你睇死我冇用。一生的心血都是摆在我手里面，现在的都是工人，还有大哥，大哥都是我害死，我不是人，我不配做人。对我自己所做嘢负责任，为咗业家或者华业，我就算补偿。因为我姓叶嘅，华业姓我仔，系嘛？我走啦，你自己保重。你坐喺度陪我，我就唔会攰噶啦。嗯，咁你而家坐得个咁嘅位咧，就应该攰嘅。系咧，你喺出边有冇听到啲咩闲话？咩闲话？话我卑鄙啊，不择手段咁咯。咁系人都识讲，商场如战场噶啦，每个圈都有佢一套生存嘅方法，有佢嘅游戏规则。嗯。冇话卑唔卑鄙嘅，咁你有付出，依家应该有收获噶嘛。况且你咪全心去害人。你明白最好。我想同你傾幾句。关我咩事？我呢几晚都瞓得唔系几好。你想点啊？你咁好面色，一定瞓得好好。真系奇怪，你做咁多阴质嘢都可以咁安乐嘅。而家华业咪几好，你放心啦，有我一日喺度，我一定睇住你嘅。睇住我？我成世人都做错嘢，不过最错就系识咗你，打你入银行。怎会错啫？如果冇咗我啊，你一早唔掂啦。啱嘅，所以咪谂住好好报答你咯。你做咩？我要揽住你一齐死啊！你黐线！放手！
嚟坐低先，等我一陣啊。咩料？啊！你邊位葉永昌嘅家人啊？我係佢嘅仔，佢而家點啊？對唔住，我哋已經盡曬力。交通意外嚟嘅，徐嘉立佢受伤，徐嘉立佢点解会同我爹哋喺埋一齐？我都唔知啊！关呢个事，我而家徐嘉立喺边啊？吓！徐嘉立，你讲咩？究竟发生咩事？放手！徐嘉立，徐嘉立，你讲先，讲先，老手！冷静！你今日咩新闻？如果是差人的话，我唔该你爽快啲落保，我冇咩时间啫。如果系朋友身份嘅，我应该会答你。但我谂你唔会当我系朋友。你讲咩？张家龙，你讲咩？你讲我直出嚟，放手！你成日咁冲动啊！你记住啊，我都系受害者嚟噶。你冇事啊？走。行开啊！阿刘，你讲几多我都唔加啦。你记住啊，如果你老豆想我死，佢唔会搞成咁噶。真的好锡你哋，佢离开医院之前都托我照顾你同埋你细妈。你谂住几时话俾阿爷知？等佢身体好啲先啦。到时我都唔知点样同佢讲好。你顾住自己啊！呢封信系你阿爸临死之前叫我交俾你。康，你睇到呢封信，你应该估到我系立心要死。身为叶家的人，我从来冇咩好事做过，所以今次可能是我唯一做的好事。除了搞成怀叶咁，我仲是害死你大伯的人。虽然不是亲手杀死他，但是我和徐家立一起设计绑架，亲眼看着徐家立杀死自己大佬都不出声，我真的不是人。我不单止面对不到你，我连自己都面对不到，更何况成为叶家。所以我一定要为叶家做翻次好事，做翻次补偿，揽住徐家立一齐死系最好嘅方法。康，我知道我死不足惜，所以你唔使难过。记住，千祈唔好学我，俾心机做嘢，希望有朝一日攞翻怀玉翻嚟，咁我就安乐啦。